龙井车站，等一下要去彰化车站，看看等一下可以拍到什么新的火车。Go！爸爸呢？后面的。哎，弟弟，一台七台，一台八百，哪一台？哪一台要先走？七百先走。七百出发了，拜拜。现在换八百要走了，往哪边？走，要出去了。对呀、啊。走了。火车来了吗？来了。几百？八百、七百再来嘞。五百还是六百？嗨。不要动。三间要走了咯。你在干嘛？火车互动铁粉语音，火车鱼聊天。走了，这里在那里就好了，拜拜。好看，他头很像那个前的那个潮人。哎，在哪里？听到声音没看到？火车，一个八百，对对，无人呢，里面人很少啊、哦，刚好在到头这里。大哥要走了没？好累啊！要走了没？还没。他有开门吗？他开那边的，不是这边的门。区间车来了，
弟弟，我来拍特别的，我来拍。弟弟，总共有来了几台火车？新自强会从哪里出现呢？那里没有啊？哪里？那里？弟弟在前面一点。好。喂。哇。为什么呢？三千也要出发了 ，Go！ 700来了，普通区间车。好小，调一下，给大家看。好，调小，调小。好 ，OK。不要再跳了，七百要走了。好了，七百走了，拜拜。好快的，800来了。你不累哦，一直在跳。后面。他不会照顾你那里啦，杨新乐，我这走了，你还在这里？喂，起来！啊，他走了啊。没有，我还没有火车。三千来了，他很快。对啊，声音很大。好帅哟！三千来了，有可能比较小，帮你们调大一下。哎，看到了吧，在那，应该有看到。哎，哇，声音很大声哟、哦！降小，降小，降小。
哇，3355哎，那个。两个都吃香后，一个是 PP， 一个是谁会先走？谁战斗？看不到。哎，那里很多人呢。谁会先走？啊，杨先生，哪一个先走？两个一起走。很香啊！怎么那么久？哦，哪一个？这一个先，那里那个先呗。弟弟，不要等一下跌倒了，你不会站好哦。啊，你不会站好哦。先走的火车就输了。为什么？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怕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先跑呀。那他比较长呢。那时候我不等了啦。拜拜。那也要走了，哇！那要跑了呀。再见，在那里也是再见，又来了。你安静，你安静。起光号，起光自强。哦哦，你有听到声音吗？哈，就是这边的月台哦。这里的月台。起光号再来越来越少了哦。以后没有起光号了。你呢？假戏了，喂！你很像那个哎，曾有威呢？啊，曾有威。哎，那头，那没有头，这个不是头，这是尾巴。哇！没有，最后面也不能，我们不能在最后面。两台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双十节我来，那里还有橘光号。那边也有800，买不到。哇！彩色的。对吗？不要动！这台车就是我们要坐的。这台有。那你要停下来。
能拍几号？拍走了。走了。三台连线。正在等待列车连线。正在等待火车连线。弟弟，现在是三台。换你猜，哪一台先走嘞？三千吗？还是举光嘞？哪一台嘞？答案是三千，先走。弟弟，举光号也开走了。好，走了，我们要上车了。哇，那三千怎么变慢了？行了，我们现在要回家了，因为没有拍到什么特别的，所以我们先回家。弟弟，今天没有拍到新的自强号，所以我们下一次再去拍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奖啊！拜拜哦！我买开奖了。